会议艺人人定好，我看你怎么赢我。桐花打不打得过 Full House 啊？桐花打得过 Full House， 那除非你老爸变成了兔子。如果桐花再将顺子，打不打得过啊？你们是混账王八蛋！哦，没说过就骂脏话。起梦，起梦，起梦，起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不现实动态。当你们看到我一个人开场，就知道我们这次又要整人了。没错，我们这次的真实企划呢，主题是中年男孩的发线保卫战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团队有几位非常在乎发际线后退的朋友。就是 Andrew、朱伟还有大叔。没错，为了让这三条大鱼上钩，我们设计了一个假的订阅素材拍摄，以为要复刻天才冲冲冲的三位男子，将会在今天不断被干冰吹乱秀发，并同时安排一位正妹参与演出，激起男人们的竞争意识。透过不断 NG 重拍，到底是谁会是本届发线保卫王呢？娟，哇！我怎么办？我觉得他看他穿制服，我现在没办法专心的跟他对话。我觉得好像是我被整的。哪会啊？我觉得都在福利时间呢、欸！天哪，阿姨适合吗？可以啊，你现在看起来超少女的。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拿干冰疯狂喷他们，你觉得谁会最爱护他的头发，一直疯狂整理自己的发型？一般来说，我应该会选主委，但是上次大龄女子的企划应该是大叔吧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上次他一路就走过来问我说：“芷萱，你有听过大龄女子这个词吗？”所以我决定没礼貌的人猜大叔，看看这位大龄男子跟你们相保的概念呢、欸？到底是？对啊，因为他平常都会拍一些穿搭照什么，应该是特别在意。哦，对，这个观察有根据哦。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想投主委？因为他好像拿他的发型开玩笑哦，感觉他特别敏感。好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准备，准备 ，Go Go Go！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测试，观察一下三位男子反应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啊！哎呦，还好，还好，真的还好。声音好恐怖哦，因为看起来风力来了，声音很大声，是声音大了。而且其实我发现头发应该也不会乱。Andrew 还没开始就在意头发。这个综艺是从两根头，对，啪，那是从后面这样，然后头发直接炸起来。他们是从左右这样。哦，对了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力道可以。欢迎收看《天才冲冲冲》，谐星哥，他是叶舒华刚好来上节目，然后我们是那种谐星嘛。没有，我张立东啊，虫虫啊，然后陈德烈啊。像 Andrew 开始的话 ，Andrew 就会先说订阅，然后我们就真的是矿泉水，他要先讲一个，然后再换你讲。来来来，难，超难。五六开始，节奏 tempo ready go， 订阅。阅读，读书，书籍，集会，会议，艺人，人定，人定，第二场，好，节奏 tempo ready go， 订阅月亮，亮亮看，亮很多吧，亮亮可以啊，闪亮亮亮亮，不要奶哥，说我脾气差，还有跟你们惹的。大叔不服输，提出了交换位置。开始，节奏 tempo ready go。地乐，乐器，器材，材料，料。屁呀！不要说。哎，料很难接，好不好？不要做笑。哎，我超烂，我超烂。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对不起。哇，我不是过得了吗？好，再一个。好了，真的啊，真的啊。OK。节奏 tempo ready go， 订阅月饼，饼干，干粮，粮食，食物，物品，品定，
订阅。平定什么？真的有平定有吗？哎呦，加油！平定有吗？哪个定？决定的定啊！平自己中文不好，在那边乱喷。鉴定的是一个汉词叫品定哦。哇！读书也要找对人嘛。哦，我们十五级分呢，在那边跟我闹。百度就有了嘛。你们没有 YouTube， 但我们有百度。我们有百度啊。好了，再讲再讲。Andrew， 刚刚那个打理，你就不经典，我自己就不经典来看喽。好了。节奏是 Apple Ready Go。订阅越南难关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过关关主主要要定。可以要定的可以吗？我要定，要的要定啊！对，要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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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是要的要定，我没有结果，他妈的不对，大宝，果然是读书人，哦，过了啦。最小 Wombo 双免冲锋衣，挑战一次过关。好，来，今晚要接回去。好，来喽。节奏 tempo ready go， 订阅月光，光明，明亮，量词，词汇，会议，议定，订阅，议定可以吧？议定可以，可以吧？他其实有点疑惑，刚刚不敢喷。这个疑惑，他怕被骂。为了捕捉更多头发纷飞的画面，我们决定出奇招。拍一个大家就是站起来很宽的样子。好好。就很开心。我们两个。太壮。你有没有保护？你有没有保护？白痴啊！我缺氧了。再一个。哎。我们沟通一下，我是说好要保护。再一个。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好嘞。他怕缺氧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补一个穿着制服，然后有点越玩越冷。好。在准备 four boy two， 哎，没有 four boy， three boy， three boy， one boy 很酷，对 ，one boy cool， 开始 ，no tempo， ready go， 音乐，越南人，人人有责，责任，任期，期间，监狱，预定，订阅。所以等一下失败，然后我们很冷。哇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不哎，要再玩一次。好，不要成功，不要成功。五六，好，节奏 tempo ready go。月光族，族群，群体，体育，浴室，是啊。哦，不是，啊，子萱，你怎么接的这么好了？子萱，好的，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刚刚三位男士拨刘海的次数哈。我们先从主委开始开票，不是 Rio， 你这个技法你自己多少看得懂？我怎么先我是用到一堆，我是用 emoji。你这个谁看得懂？你给他算一下。对我的话呢，制胜是34次。他播了还播34次。对我跟你讲，因为他每次头发都是一组一个 set， 那个 set 就是三下起跳，他会先这样，
这样两下之后，再这边一下。好，那我换大叔。其实大叔我原本心里面内心是压他的，结果他波流还是只有19次哎、欸。啊，你们怎么会压他、啊？像因为刚刚一开，光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要测试试喷嘛、嗯，然后他就在说什么，哎、欸，那是试喷，不然就先工作人员去试，因为他说他希望开场的时候他头发是完整的。你有听到吗？我有听到，对，虽然这个没有加入计分，可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，这个东西要加权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可以加权。他在试喷的时候，写制作人。我跟你讲，在喷的时候，大家不知道我们发现一个小动作，大叔很强，他马上知道那个大宝喷的点，所以他会这样。嗯，哦，不是，我觉得他今天刘海特扎实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他有备而来哎、欸啊，那干冰怎么喷都不动。大叔，我加码还没讲完，然后他照镜子照了两次，哦，大叔这样，对。我这个脸不用这样，他有这样，他表情那个表情不用这样。我们来公开 Andrew 的成绩。好，感觉大宝那边手握一个大魔王。我也觉得他刚刚那个脸自信心满满。这刘海的自信吗？纯刘海，对，纯刘海、啊。他每喷他一定喷，他痛吧？他碰前面就算，他还会碰后面。他手就一直放在这边。他的镜子照了三次，然后手机照一次。而且他每次他不是照一下，他照镜子都特久，他照超久。来看一下。对，我拍下来，他照超久超久，而且这个我们都已经拍完，他还在照。对，我们都已经收工，他还在照哎。经过一番统计的最终结果是，哎，拍个照就好了，对。三位请且慢，三位请且慢。我们刚刚有经过一个密集的讨论，选出这一次的 Temple Baby Go 之王，你觉得是谁？是我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恭喜 Andrew， 耶、yeah! ！耶耶耶耶耶第二届，恭喜我们发现宝贝之王！哇！看，这不是多整人节目啊！这是假订阅，假的吗？等一下。没有，我觉得订阅是真的。没有，订阅是假的。我跟你讲，好了，假，他已经困进来6个月，他为了这个计划来。哦，太假了吧！你明天就把你的桌子搬空。所以呢，跟你们讲一下，本次的计划其实是在我们用干冰喷你们过程中，计算你们谁整理刘海的次数最多次。所以你就是我们的发现宝贝之王。原来是你哦。他可能只是不在意、啊。你们要压抑对不对？我原本想说，我一直这样。对啊，你知道这个计划，我们从去年就在琢磨了。不是，你知道你那时候我不是还问你说你车卖了吗？因为我原本的设定是赢的人要穿着那个冲锋衣去，就是开你的那个敞篷车，我绕一圈回来说 哦会不会冷啊什么之类。结果你把车给卖了，那我们是要临时改计划。所以我们差很多次。你们想要知道你们的分数？我想知道哎、欸。其实我们都以为可能是大叔的次数会最多。哦，因为我很爱整理头发。对，你今天是不是有喷定型液？我没有喷哎、欸，我没有噴。因为你这次刘海都没被吹起来，我们一定想要怎么让你的头发吹起来。他直接是科技假发。科技假发。各位观众，拆下来了啦。没有啦。结果然后反正大叔我们那边统计，因为连照镜子有加权哦，照镜子照了两次。然后你头发拨了19次，我拨了19次，你加权完结束算完你是30次、oh, ，OK。然后吴志胜纯拨刘海拨了34次，哎、欸，你拨刘海是连续动作，你会讲，对，那我更多次哦。那 Andrew 是所以 Andrew 呢？我已经52次了。那 Andrew 几次？等下，这是只纯拨刘海的次数，然后你照镜子照了三次，照手机照了一次，哇，这是真正真正的顶上对决。顶上过程中真的没有一度怀疑说这个订阅出来为什么那么复杂吗？没有没有复杂，我今天完全没有提啊。真的，你们没有怀疑？我们早就说越来越棒啊，这订阅从以前这样指来指去看天花板有一个订阅，哎呦，你在错，你在错，你不要走错了。我是说这是一个进化论，像个猿人一样，从原本这样的感觉到今天变站直了。哎、请干冰来，我就。我只是觉得有厂商让你弄得用心点，好像也对啊。我们还是恭喜 Andrew 成我们这次的发现宝贝之王。Yeah, 我们是有奖品要送给你的。哇，还有奖品？什么落剑是不是？还有我们这个 One Boy 的双面冲锋衣， yeah, 恭喜！想耍帅就让你一次耍帅耍到底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刚刚在喷干冰的过程中啊，有穿跟没穿，你们体感真的有差吗？就穿着它的时候，那个干冰喷过来，瞬间就只有脸有那个风的感觉。Oh, 你身上是完全无感。啊，讲认真的啦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我其实蛮怕冷的。前面一直被喷的时候，我其实每次看到我，其实都是有一种稍微遮掩的感觉。你穿上去之后，确实有比较不怕冷的感觉。我们就是故意要让你们冷的时候才穿冲锋衣来感受那个差异啦。我是觉得待会你也喷喷看，对，喷喷看，等一下你感受一下我们双面冲锋衣。对对对，双面冲锋衣的力量。5、6、7、8，量时 tempo ready go， 电影。
三瓶天空。大宝是这样轮回来，你看我们在唱。我觉得刚刚那个风力有啊，你看我的头发。对啊，我除了头以外的地方有点过热，因为我现在背在冒汗。因为我现在是风到最高处，真的是只有脸脖子以上的东西才有感觉，而且我刚刚感觉我脖子这边有一种毛毛的感觉，后来看一下哦，是 mini 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没有啦，因为我是把毛茸茸这一面是穿在外面，所以我里面呢是比较防风的材质。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摸起来其实毛茸茸的，其实蛮舒服的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双面是真的做的不错，因为有一些双面的外套，就是你反过来，就是里面看起来根本就跟外面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跟外面的是完全是细致度完全不一样。那不管我是防风防泼水这面有口袋有拉链，它的内里内刷毛那一面也有口袋也有 logo， 没错，所以它真的是双面都对外，因为它还有荣获 SGS 的防泼水最高等级五级的认证评鉴啦。就是它当你那个遇到水的时候，它会形成那个圆珠滑落，就不易渗透，在外面。骑车然后遇到下雨的话，它比较不容易渗进去你的衣服里面，就不会有那种湿湿闷闷的感觉。所以这个冬天推荐给大家 One Boy 双面冲锋衣，双面技能一件搞定，买一件抵两件哦，推荐给大家。你到底这个给我几次？